样，欧洲也有一个束腰的陋习。古代欧洲贵族女子以穿着优雅的长裙，拥有婀娜的细腰为美，很多欧洲女子都要穿着特别的束腰服饰。如今这个陋习也早已废去，而在现在的社会上，有一个女子穿了一辈子塑身衣，成为腰最细的女人，去世那天终于解脱了。来自英国的英塞尔，被公认为世界上腰最细的女人，仅仅只有13厘米。刚开始英塞尔也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女性，而当她的丈夫结婚后，丈夫表示自己喜欢腰围极细的女人，于是英塞尔开始疯狂瘦身。刚开始英塞尔只是通过运动瘦身，但是效果不明显。后来丈夫为她买了塑身衣，从此之后英塞尔便整天穿着塑身衣，就连睡觉也不脱下来，甚至开始节食，一天只吃2顿饭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英塞尔的腰围越来越细，而且在丈夫的要求下，英塞尔还在耳朵和鼻子上打了很多洞，佩戴着饰品显得十分另类。她在67岁去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：我终于可以解脱了。她一辈子都在满足丈夫的要求，令人心痛。朋友们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喜欢我，关注我，比心心。来，好看。